四十篇章，脚下针堆堆着，上来都是有钱多年，有钱乐生。比方说，名词对名词，动词对动词，形容词对形容词。比方说，先生交给上对，咸阳上咸，下身就要对给下对，叫水宁的水。先生接着说几下身，咸阳上咸，咸碰咸阳杠，下身就要接着说几下嘴，叫水牛的水。水木水牛头，有一位老先生头一天脚堆着，老先生一大早一身吩咐，有把方牌子拿过来，先生手底下有三个学生，三个学生呢，有聪明的，有本领，有一变化的，是良莠不齐。三个小老弟都把粉撇子拿到先生面前来，先生在米块粉撇上写了两个字，出来个上联，写的什么东西呢？写的是长寿。拿了开对开，三个小老弟把粉撇子拿过来，三个学生当中聪明的再给一望。先生上面苍索苍索过来对个翠包，他就写了翠包两个字，旁边一个一变化的，就是耍小聪明头天个别的，那他写那个苍索对的翠包，我不能做错啥，我稍微点下子，他就点了个萝卜，都念了一个萝卜书，在旁边那个小伙就搬了，他就点得离奇了，他也上了那头天，他就天生一变化的萝卜都哪块有地里拿呀，他就弄不懂了，人家他都写的这个萝卜呢是木字旁的包，读书的包，他以为是个读读书书的包，什么萝卜不得地里大，他就写了地里两字。三个小老弟都把对子对好了，把粉牌子交把先生批阅，先生把头一块粉牌子拿起来一望，苍松翠柏，好，同二一个好，第二块拿起来，苍松萝卜，马马虎虎。马马虎虎啊，第三块拿起来一望，苍松顶顶的他家娘，哪一个是弟弟的？修路李雄先生要表扬啊，走去先先生，我是弟弟，我是弟弟，你留过来啊，先生面前，先生我是弟弟，弟弟就是我，先生把他往往实在忍不住了，手一起，啪！那嘴巴子就是一盒子。哎呀，你现在不讲理，我哪有嘛不讲理？你现在打了我不服，你哪有嘛不服？梁先生啊，我老老住了那么多年了，你不干，你出门打我弟弟的。